2014年4月4日到日本的第三天，清晨离开东京去箱根，退到浅草寺后边一条街上胶囊旅店的房间，乘电车到东京车站，再乘大阪方向的东海道新干线铁路到小田园站，然后换车去箱根。此行目的是去游览箱根和看富士山。富士山于2013年6月22日被登记为世界自然遗产。我提前来到了东京车站候车，在车站咖啡店吃早餐，54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30多元。日本新干线火车营业时速达270公里到300公里，实验时速达到443公里，以东京车站和上野车站为中心开往全国各地。我在北京的全日空办事处购买机票时，也购买了全日本铁路周游券的兑换票，有7天、14天、21天3种，和普通车、绿色列车两类。绿色列车是头等车厢，我购买了14天有效的普通车的45100日元，大约2500元人民币。入境后凭短期入境许可，在成田机场铁路办事处兑换成正式的日本铁路周游券，简称 JR Pass， 可以无限次乘坐 JR 列车和部分轮渡长途大巴，不仅可以乘坐干线。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， JR 在市区的线路也很多，可以省掉买票时间，可以见车就上，随心所欲从南到北漫游日本本岛，还可以省掉一大笔交通费用。譬如说从东京到大阪往返一次就需28000日元，相当于1700元人民币。这是我的列车的停靠站台，车站入口有显示屏，先确认发车站台。持 JR Pass 不能从自动检票口进站，要从有铁路值班人员的检票口进站。进入站台后，寻找车厢的上车排队地点。我要乘坐的新干线列车进站了。在东京的两天，我已经深深体会到 JR Pass 的方便。今天是第一次用来乘坐新干线列车。东京到小田园可以使用 JR Pass， 路程大约35分钟，单程就要3500日元。昨天在东京车站 JR 的营业处免费办理了指定券，就是预定车次座位。如果没有领到指定券，还可搭乘自由席。上车后到有自由席标志的车厢找座位，如果没有空座位，您就得站着受罪了。JR Pass 除了不能乘坐东海道新干线的Nozomi 和 Mitsuho 号列车外，其他列车的普通车厢都可以乘坐。绿色车厢是头等车厢，要附加费用。站台地面上有标志线标明各车厢上车地点，在此排队。从零系到 LO 系为不同年代制造的列车，700系是1999年投入运营的列车。在日本旅行和亚洲其他国家差不多，紧张，到处充满了比欧洲国家高非常多的分贝的噪音，但是在日本各处是紧张而守规矩，井井有条不脏乱，这是和其他亚洲国家非常显著的区别。上车以后凭指定券对号入座，我坐在 12A 靠窗户的座位。8点56准时开车了，列车驶离东京车站，按照车票上给出的时间9点31到达小田园，行驶35分钟。到达小田园后，如何去我预定的旅店，到箱根的中心箱根汤本，或者换乘小田园特别急行车还是登山大巴，我还没有搞清楚，到了小田园再询问吧。箱根 Hakone 位于神奈川县，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和温泉度假地，距离东京大约100公里，处于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之内，
有著名的火山湖芦之湖和火山温泉公园大涌谷。在芦之湖湖畔眺望富士山景色极为壮观，箱根富士是日本著名的白景之一。列车穿过东京市区，这站是新横滨车站，新横滨车站过去以后就到小田园车站，到小田园车站我要换车，快到小田园了，还有五六分钟就到小田园了。到了小田园站，下车去游客信息中心问路，接待我的是这位日本女孩根上真一。我告诉她我可以讲非常好的汉语和德语，但英语讲得不好，请她慢慢地和我讲英语。岂料她张嘴讲流利的德语，告诉我她在德国学了3年德语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首先帮我明确如何前往预定的旅馆，打了几个电话确定了我前往的地址，告诉我最好乘4线登山大巴，不需要换车，直接到达目的地仙石园小学前站，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旅店。根据我只有2天的时间，建议我买2天有效的箱根周游券，价格40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210元。凭此周游券在这一地区乘公交、登山大巴、乘登山缆车、乘芦之湖的游览船免费，很多景点公园可以免费或打折扣，不仅省钱还省事，可节省很多时间。给了我几个建议和详细的地图和资料，可惜没有德文的，有英文、中文、日文的。从小田园乘登山大巴桃园方向的4号线去我预定的旅店。蓝天白云，天气真好，可以看到富士山喽，不虚此行啊。跟上真一的工作非常专业，在地图上给我做了一些重要的标记。我乘坐登山大巴桃园方向的4号线从小田园出发，数了一下大约有30多站，在仙石园小学前下车。箱根汤本是这一地区的中心，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，也是铁路公路交通的枢纽。大约40多分钟，箱根登山大巴终于到了我预定的旅店的那一站仙石园小学前站。下车后尽管只有几分钟的路，却寻找了半个多小时，问了几个人不会讲英语，碰到一位日本老先生可以讲英语，按照我提供的电话打了3个电话号码，讲的日文我听的是云里雾里，然后向我讲跟我来，带着我穿过2条街来到了这里。看到了吧，一栋新建的房屋，外面的花园绿地还没有完工，一个温泉度假家庭旅店。这里发现了旅店的标志，哈纳比烟花旅店，客人欢迎你。老先生告诉我，房主人要到晚上很晚才能过来，您可以入住，那没有问题。老先生向我90度鞠躬告辞，
我慌不迭地也向他还礼90度鞠躬，还冒充了一句日本话 Arigato gozaimasu， 外加英语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。 房子没有上锁，不可想象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的古风犹存，竟然就这样让我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住进来了。我的旅行经历还有过类似的奇闻。一年前开车自驾游到克罗地亚，晚上到西本尼克，曾一个人住过一家近百张床位的小旅店，大教堂不远处的一栋细高的六层小楼。晚上11点钟，旅店主人一位克罗地亚小姐告诉我说，今天只有您一位客人，我明天8点钟才来上班，您如果明天走得早，请拿好东西锁好旅店大门，把钥匙扔到信箱里就可以了。于是我一个人独享了整个旅店。一个绝对想不到的机会使我可以如此深入日本的家庭民宅，那就跟着我来看看这所新建的典型的日本民居吧。房间之间有推拉的隔断，现在就隔开了两个房间。这里是洗手间，日本人的习惯，上厕所要换厕所的拖鞋，从厕所出来要再换拖鞋，不能穿着厕所的拖鞋到处走。这个房间还有包装纸箱，厨房也没有完全清理好，不过浴室和厨房都可以使用了。既然旅店的房主人要很晚才能来，我扔下行李抓紧时间去游览，只剩下1.5天的时间了。按照跟上真一小姐提供的信息和地图，乘车前往芦之湖畔的桃园台。日本公路是左侧行车，车道比欧洲的要窄一些，这里限速40公里。过了箱根高原开始下山，到了芦之湖畔的桃园台，换乘架空索道缆车去大云谷。有了箱根周游券，不必再买缆车车票，每辆缆车限乘18人。芦之湖是3000多年前形成的火山湖，海拔724米，周边长21公里，面积7.1平方公里，湖水最深处达45米，全年不动湖，湖水清澈湛蓝。晴天时可以从这里看到终年积雪的富士山，在蓝色的湖水中倒映出富士山的雄姿，被誉为玉扇倒悬东海天，为箱根的一景。索道缆车从桃园台站到早云山站全长4035米，行驶约30分钟，可以在空中欣赏芦之湖的旖旎风貌。逶迤的溪谷在老子车站和大云谷车站之间，天气晴朗时可以悠闲地欣赏富士山。卵。
过了老子站，风猛烈地晃动着吊在空中的缆车。尽管天气晴朗，但是富士山被浓云遮掩，不能识其真面目，真遗憾。那里是大云谷，山谷里烟雾缭绕，是火山活动喷发出来的气体。风在吼，车晃动，到达大云谷站。这里是缆车所到的最高点，风声很大，静静压倒了我的话。这是大云谷站，风很大，听着这风声。在车站里窗前看富士山，天气如此晴朗，富士山头仍然浓云集聚。或许由于这是一个火山，尽管现在睡着了，打着呼噜呼出来的水雾气还是经常形成厚厚的云雾。这是大云谷缆车站的候车大厅，我也在此留影，到此一游。候车大厅有一个旅游商店的小卖部，这是大云谷最著名的土特产黑玉子 Kuro Tamago， 就是用大云谷80度的泉水煮熟的鸡蛋，温泉水富含硫磺，硫磺和蛋壳鸡反应就成了黑壳鸡蛋，据说吃一个鸡蛋增寿7年。外面风很大，应该有6级左右，因为吹的人站立不稳，也很冷。两位美丽动人的小姐让人感动，真叫不怕冷。黑鸡蛋成为大云谷的标志物。箱根火山活动大约在40万年前，3000年前箱根火山水蒸气爆发，山崩地裂的堆积物覆盖了这一带的地表。2900年前仍有小量的熔岩流出，这里的特殊地貌就是这样形成的，至今仍持续不断地从地壳裂隙冒出有硫磺气味的白烟。高山半腰终日白烟缭绕，是箱根的奇景之一。路过大云谷的购物中心，琳琅满目都是大云谷的特产，或者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的东西都关于大云谷的招牌。现在顶着大风上山，在到处是森林绿地的箱根，唯独这里山岩裸露，可怕的荒凉。岩缝间喷出的地热蒸汽烟雾腾腾，将泉水烧得滚烫，令人感到地球的活跃生命甚为壮观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硫磺臭味，闻着这硫磺的臭气，
突然想到初中化学老师的一句名言，当时在讲硫酸分解出硫化氢，老师说硫化氢就是屁呀，同学们哄堂大笑，我现在呼吸着地球放出的屁。寒流的烟雾飘向四周的树木草地，大片的植物枯萎死亡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，萧瑟的风声更烘托出一片阴森萧杀的气氛。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游客，这里真是符合它的别名大地狱。大营谷本来叫欧欧吉沟库，1876年明治天皇来这里参观，改名为大营谷欧瓦库达尼。大营谷造就了当地一个有趣的土特产黑玉子，大营谷火山泉水煮鸡蛋，人们把鸡蛋简单的扔到浑浊的摄氏80度的火山温泉中自然煮熟，在硫酸盐的作用下，蛋壳变成乌黑油亮的黑蛋蛋，其名字十分有趣，称为黑玉子 Kuro Tamago。 泉水是有毒的，但用泉水煮熟的鸡蛋据说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一个黑蛋延寿7年。不过相对于如此显著的功效，价格也实在太便宜了，500日元约合35元人民币5个黑鸡蛋。山上卖的黑玉子没有包装，价格比旅游商店便宜，货真价实。我也买了一份还热热的黑鸡蛋，没顾上吃午饭，辽宁大营谷黑鸡蛋充饥，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。哦，可以延寿21年喽。下了山，在路边的地藏王菩萨的小庙许愿，可以长命百岁。菩萨是一个黑人。富士山始终不肯露面。离开大云谷，乘架空索道缆车驶向强罗方向。在早云山站换乘1921年开通的登山缆车，由早云山站到强罗站共4站，行驶约9分钟。
日もご参ケーブルカー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ケーブルカーは我在强乐公园站下了车，强乐公园里边有一个热带植物园，有箱根周游券就不用再购买门票了。植物园里有不少我没有看见过的奇花异草，花香扑鼻，可惜香气不能录下来。这个花让我很惊异，很喜欢。猜猜看，像一种什么鸟？鸟的名字就是花的名字。一个相当好的热带植物园游览完毕，继续乘登山缆车下山去强罗，换乘登山大巴回旅店。箱根地区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。来到了这个叫做强罗的小镇，换乘箱根登山大巴仙石台方向回旅店，在附近的超市买了日本方便面、面包和炸鸡腿，很舒服的一顿晚餐。见到了旅店主人，通过英语把该搞明白的事都搞明白了，付了房间费用，不算贵。主人告诉我，我是他的第一位客人。晚上房间较凉，箱根比东京温度要低六七度，
吃过晚饭，换上和服，香汤沐浴，在榻榻米上睡一个好觉。我梦见了化成了美女的富士山。